得错。哦，嗨，我的鞋呀、啊、是42号，快传48号，问38号。这个呀比我还紧张呢，总经理。嘿，老太太你可够精神的。嗨，想当年俺当过民兵连长，错了，是排长。哦，排长。同志们好。嗯，老太太好。同志们辛苦了。彭姐，人赵老师说的可是唐山话呀。赵老师是从唐山来的，俺是从山东来的，对吧？嗯，对。不管你们从哪儿来呀，你只要到我这儿来，就得办成慈禧为客人办宴。俺明白了。嗯，那就是说人家吃着俺看着，人家坐着俺站着，我这慈禧不惨了点吗？一会儿给你发盒饭。哦，那就行。老太太，你就说呀，你从小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宫廷菜。不中。俺从小最爱吃的是那个煎饼煎大葱。哎呦，我说老太太，你怎么一点不明白你的身份呢？俺是啥身份啊？你就是那个拉客人来吃饭的。哦哦，明白你的身份了吗？俺明白了。嗯，明白就好。我就是那饭托。哎，我觉得咱们咽不下去了，这么咽不行。我看咱们扬长避短，小宋，你说这戏怎么一往下演？那咱们就挑那个有唱的来，咱们唱起来。好，老太太，你到我这儿来打工啊，要是能唱上两句，那可就太好喽。我回唱，我抄着台都唱着歌。我年轻的时候演的那个小二黑结婚里面的小妾，嗓门可高了，20个小二黑愣没接住我。清灵灵的水这个呀，40个小二黑呀、啊，都接不住。嗨，哎，你怎么唱起小二黑来了？快说戏台啊！哎、对呀，好，张口就来。小宋啊，第一句怎么唱？快，哎呦，第一句，你听我说。这酒怎么样啊？你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，瞧我这张嘴呀、啊，一杯你开胃，我喊了一声美，二杯你肾不亏、啊、还是美，三杯五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香脸啊，白里透着红 啊，是红里透着黑，黑不溜秋啊，绿了吧唧的，哎呦，花花的，什么色儿啊，不溜秋的，哎，粉的你透着那么美，哎呦，你可把我吓坏了，这酒怎么样啊，这酒真是美，那美呀那美呀，美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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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，
实话都给我说了。哎呦，瞧我这张嘴呀！你呀，应该是这么唱。小宋啊，快来帮忙啊！你呀，应该是这样唱。看这道菜，绿荫回归，要你那80一点都不贵。过来看一看，请都尝一尝，吃的嘴里特别的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尝一块脆不脆？我吃了一口，嚼在嘴里，其实它有点脆。为什么这么脆？为什么这么脆？我现在问问你。为什么这么脆？它怎么就那么脆呀？它就是一盘大萝卜。